已知的实相二，第二十节，10:01休息。真再次说，赛斯给我们这些资料是非常慎重的。10:04恢复。我是刻意的深思熟虑的。目前我使用的是鲁伯的声音，没有努力叠加自己的声音，这是有原因的。我不希望这些资料被认为是什么胡言乱语。这不是一个邪教。就这术语来说，人们经常认为给出这些资料的似乎来自于一个超越个人的来源。那些有名称的灵、灵媒等本来就是荒谬可笑的。你只是在使用内在感官，这些感官并不神奇，当然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宗教。我也不是鲁伯退化的次要人格，也不能把我比作那留着长须、目光闪烁、坐在九霄云上的灵。我的确以人类的形式活过，但这只是一个事实。本节课和我们其他的课都不是降神会，你和你的朋友马克的实验也不是通常给定含义的降神会。所谓的降神会，当他们确有其事时，也只是内在感官的运用练习。围绕这样的事件建立起来的教派是荒唐的，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可饶恕的愚蠢表现，是善意但却是低能人格的糊涂事。我不喜欢如此苛刻，睚眦必报。然而有几次我也参与了这样的表演，令我极度厌恶。日后我会告诉你这件事，这事并不重要，但令人反感。迷信会滋生迷信。就真或鲁伯的潜意识而言，我是通过你们两个的潜意识真的发音与你们接触的，不过是透过潜意识那较大的那个部分，它实际上存在于层面之间，它是心智而不是头脑的属性，并且这部分涉及到内在感官。我与涉及你们个人记忆或组成当前人格的那部分潜意识没有任何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潜意识是内在自我群体意识与自我当下角色的头脑形成有效沟通的渠道。但潜意识不会说话，潜意识会形成灵感与说不清来源的念头，甚至会成为一段画面，可使其成像或成念的素材来源于角色头脑中的见闻和知识储备。一个学富五车、游走万里、见闻广博、知古通今的人，其获得的信息就相对准确，减少扭曲。而一个脑袋空空的人，可用的素材有限，如果强行传递信息，会造成信息无法避免的扭曲。怎么理解呢？一个只认识10个字母的人读一个陌生的单词，与认识24个字母的人是不同的。而认识24个字母却不知一个词可以有多个意思的话，也会扭曲解读。认识24个字母，知道单词有多个意思，但不知道有几个不同国家都使用这个单词，而这个单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意思截然不同，传递也会被扭曲。同一个单词古今的含义不同，不能知道其差别与针对的时代背景，同样会扭曲真实意。潜意识可以被细分为角色我的潜意识，我的复数我这个意识群体的潜意识，前台头脑端的潜意识，后台乃至高层端的潜意识。这就好像是自己手机到自家路由器间的信号通道，路由器与全家电器的信号通道，路由器与家庭网管的信号通道，家庭网管与国家网络的信号通道，都是网络信号通道，但内在的频率与传输格式、形式、内容、规范都是不一样的，都叫做潜意识，也分不同的规格档次。真正的意识体是无名无相，不知名相，无善无恶，无因无果，无前无后，无男无女，无始无终的。所以赛斯只是一个为了沟通而勉强选择的名号，因为高阶高维意识体都知道，一旦所是就构成了所不是，
二分出我是谁，那就从融通的一体中自己把自己剥离了出来，跌入低维的自我片段中，成为了一种坍缩，一个面相。多数真实的高维意识体说话的时候喜欢用 I am, 我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就是他们全体的名字。有的时候他们也用复数形式我们，但很少主动说我是上帝、耶稣、二郎神、红孩儿、孙悟空、妈祖、太白星君、观音菩萨或其他的，更不会说自己是谁谁的几弟子化身，这种很戏剧化的角色及其裙带关系。这些都是滞留灵们依据自己死前认知到的当地风俗、信仰、人文而主动扮演的角色。自己不想下台回家，因为匮乏自我价值感，渴望冒充名人做好事，但是他们多数时候因为知见与智慧水平连中阴都进不了，给出的帮助只会破坏人生功课的完整性，扰乱内在觉知、自性与觉悟，阻碍自己高我对自己的教诲。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角色小我陷入深深的迷信中，高我为了能让小我回心转意，特意装扮成各色角色，与小我玩过家家的游戏，直到把小我心中的各种奇思妙想收拢得差不多了，才会显化出自己无形无相的真实状态。心智是在人格面上的内在智慧，心智达成潜意识进入头脑，成为一个候选的念头。比如真与罗在和真的父亲会面后，真冒出一个想法，滞留在陌生的迈阿密，但罗通过自己的逻辑理性判断回绝了真的提议。而之后罗的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真加入广播电台是危险的，可是却没有任何的道理，并坚持了这看似无理取闹的念头，救下了真半年后的性命。当然小我不会知道半年后的那架坠毁的客机将导致真死亡，所以罗的这一无理取闹永远不会被自己或妻子知道是有道理的。多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他要去俄罗斯出差，临上飞机感觉特别不踏实，抵达后他自嘲自己恐飞，都安全到酒店了，什么事也没有。三天后传来消息，他死了。高速上一辆拉钢管的货车颠簸中钢管脱落，他在后边的小车里，脱落的钢管贯穿了那辆小车，司机轻伤，他当场死亡。回来的时候成了一个盒子，留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女儿。直觉这东西，如果你天天是一个低频的人，什么都担心，什么都犹豫，突然勇敢地渴望去做一件什么无厘头的事，那这一热忱是来自你的潜意识。反之，如果你一直是一个果敢的、理性的、有序的人，有一天你总觉得这样做不妥，又说不出任何的道理，那这也是来自潜意识。你在这件事上已经吃过大亏，不要在一个坑里摔倒两次。很多重大的损失可能是偶发的，比如坠机，也可能需要酝酿很久。你回想起来，那个决定了命运走向的抉择点，往往在几年前或数月前，悔不当初。多少你能回忆起，当初自己是犹豫过的，但那时的自己却跟随了小我的逻辑头脑、理性利益。多数人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中会选择前者，这导致雷同的人生经历走了一遍又一遍，逃不出习气、逻辑教、宗教的束缚认知，无法激发出不一样的人生。我或多或少地避免给你们提供那种所谓的证据，这些证据在向别人解释我的时候会很方便。有一天晚上，我帮助你让你保持高度的兴趣，这发生在我们课程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我不会绕着圈子跑，表演魔术、移动戒指、扔石头等等，这些资料都是有凭有据、不证自明的。我不会用马戏团的手段来美化一个原本合理而优秀的表现，来打动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无动于衷的人。有时我可能会用自己的声音，只是因为这样会更容易把一些资料表达出来，也因为改变一下会很有趣。
你说的一些话，约瑟，让我扯到了这个话题。我本来打算更彻底地探讨内在感官，然而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很多科学教的信徒崇拜可重复的、可见的、能被自己理解的道理，而对于那些隐于舞台背后的、不出现在追光灯下的幕后力量，嗤之以鼻。你说有，你证明给我看啊！好像只有可以在外在伪装中显化出来的证据才是真实不虚的。可是真的没有哪个高维的存有有心情与时间去教会那些幼儿园小班的小娃娃，给他们表演魔术。就算有这样的神迹，那也会被解读成个案。就算出现了，可重复性也会被辟谣。毕竟稳定才是第一生产力。而曲高和寡，这些资讯只是给准备要毕业的孩子写毕业论文用的，不适合娃娃们。你问我，或者你是想问我，为什么要把这些资料给你，也就是给你和鲁伯。我的回答是，除了我对你们俩的浓厚感情外，你们与任何教派、宗教、特定的思想流派都没有关系。你们思想开放，我说的就是你们两个，不是傻瓜，也不准备把我假扮成大腹便便的丘比特、佛、神、圣人或魔鬼，这样的人很难找。一张白纸好画画，多半杯的葡萄酒、啤酒、汽水，再倒入好茶，那味道也是怪怪的。真不是没有信仰过宗教，甚至有一版真还当了一辈子的修女，但是那确实是死胡同，所以这一版的真很早就和神父闹翻了，成了标准的问题少女。很多人学习灵性的时候，会往自己已有的成见中去套、去对比，所以赛斯不喜欢用我们已知和熟悉的各种名词，怕引起误会。宗教在传承中被逐步扭曲，而科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时间与因果的基础上，而这两大基石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人文被太多的迷信搞成了一锅乱炖，毫无普世真理可言。阴谋论与外星教是近15年里最新的产物，却不知道自己嘴里的大神也不过都是角色而已。我不反对那些原教旨，可是《道德经》《圣经》《内经》《佛经》的解读与传承从第二代就开始了扭曲，这很让人痛心。有多少滞留灵一生侍奉自己的信仰，现在在滞留层里骂街，然后装神弄鬼的回来诱骗更多的信徒，好让自己不那么沮丧。就好像确诊了艾滋病的女孩到处去色诱男人，报复社会一样。伪装模式从我这一端来说已经很不好对付了，但头脑抛出的个人伪装模式更糟糕。至于你们的精神病患者，不知为什么，通常称为降神会的事情提醒了我，精神病患者这个词，精神病患而言，这种神经质是肉体和人格两方面不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涉及到没有能力处理伪装模式。你们层面的精神病在另一个层面就未必是精神病，虽然也可能是。潜意识被怪罪得过头了，在沟通上，专门术语造成的麻烦比解决的问题还多。在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中，最常见的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受到过重大的挫折与持续的折磨，崩溃了，陷入了持续的非理性状态。就好像老旧的 VCD 光盘放电影时卡顿在某一帧上，就是无法读过去。他们的角色载具随着时间前进，而内在思想滞留在混乱的痛苦的过往中，狂暴、抑郁、边缘性人格障碍等，这是角色我的问题。第二类是沉浸在与大众认同的实相所不同的实相频率里，与其他层面的他人或自己形成了互动，带来很多非本位面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混乱的，超越常识的，患者的角色状态也很不稳定，对自我的角色认知存在严重的问题。有些修炼的人也会因为解离而进入这样的状态，即见山不是山。他们会很兴奋地告诉他人自己的发现，然后被施予非人的待遇。
不过下次再演这个角色时就学乖了，自己默默地观察，什么也不说了。多重人格、分裂性人格障碍等，这是心智段的问题。第三类是很好的演员，他们善于观察，也善于利用风作为一种手段来得到自己渴望的关注，可以肆意地张扬自己，但演着演着就入戏了。这一类就是患者头脑自己生成又进一层的伪装，他眼中的世界与我们的很不同，这世界是由其偏执的认知构筑出来的，比如偏执的洁癖、厌食、被迫害妄想等等。就特定的伪装模式而言，有意识的心智直接处理的是生存问题，但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并没有实际的分界线或区别，潜意识本身也不存在明显的级别层次。我想让你们休息一下，但首先我还想说明一点，那就是心智包含意识和潜意识，但意识和潜意识是流动的，在不同时期，意识变成无意识，无意识变成意识，在某些时期，这种情况是同时发生的，我将对此进行详细的论述。好的，这段涉及到多个专属名词，分别是意识、心智、潜意识、无意识。意识，意识心神的活动，不属于逻辑头脑。一个很聪明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对话，可以记忆，可以判断，甚至可以思维，但我们不能说它具有意识。单纯的采集信息、处理信息、做出反馈，甚至模拟与反馈对应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都不能说是有个人意识的表现。意识是自发的、非反馈形式的、非预设触发的、自主的心理活动，即我思故我在。我们知道意识发于心的，这可不是器官心，故又云心不住于身，身亦不住心。心中是有智的，智是知有日，日为大光明的光，义理也是心头日。智慧的慧是你通透的程度，表明了你根气的大小，又叫慧根。有大慧根的人，心中杂染少，成见少，没有各种宗教的、人文的、科学的遗毒。慧就是拿着扫把做大扫除，把心都清理干净了，自然通透敞亮。所以慧的上边是慧，慧是扫帚，把心里的各色杂染都荡涤干净了，让自己能安静下来去聆听内在自我的声音，智慧就升起了，这叫做定生慧。而这打扫有三层境界，首先是转化，您要把心里存的各种恩怨、委屈、仇恨、内疚都先化解放下，然后进入了了分明的关照，不让自己重新累积遗留下新的问题。最后做到解离，从这个角色我中脱离出来，进入菩提本非树的状态，把心拿来，我替你安。这一刻你就和自己的心流合一了，你就是心智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头脑我或角色我的奴仆。潜意识是所有各个层面内在自我们相互交流的渠道平台，意识是你可以明确感知到的，而潜意识是看似无厘头的，就好像周星驰的电影，是闹剧还是触动心扉的警语，能看懂时，当年那个在意我的人早已消失在人海。情人别后永远再不来，无言独坐放眼尘世外，鲜花虽会凋谢但会再开，一生所爱隐约在白云外。消散的情缘，愿来日再续，只愿为你守候期待。潜意识会告诉你之前你是怎么失败的，但却不能保证你不那么选择会带来你想要的结果。就好像真的潜意识告诉真快带着罗离开罗的父母家，
但之后还是会历经坎坷，不听从潜意识的一定会很糟，听了也未必好到哪儿去。因为潜意识的引导，你并非每次都听，那样感觉自己好像很傻，没有了自主意识，活得像个傀儡，所以你一定会遭遇造作的代价。这就是沉浮的奥秘，因为你不听看着迷宫地图的人的引领。沉浮可不是让小我低头赶路，自己一旁看戏，更不是任由命运捉弄，没有干预的旁观。很多人说躺平就是沉浮，顺流就是沉浮，不造作就是沉浮，无为就是沉浮，这些都是沉浮的一个面向。真正的沉浮是跟随心流里的潜意识，积极的配合，及时的在各个人生路口做出不同的符合生命蓝图的有建设性的作为。闭着眼睛瞎走，躺在地上不走，胡走一气赌命，都不是真实的沉浮。沉浮中不讲理，所以小我的头脑与逻辑被搁置了，头脑生成的伪装与扭曲全然无法对内在意识产生迷惑的作用。可是角色我对这样的状态很抵触，好像自己很不聪明似的。确实是，潜意识就是在自我意识后台形成幕后意见的那个声音，可以理解为没有声音的话外音，用好了是有声音的，就像赛斯在真的脑袋里说话，细语们在我脑袋里说话一样。多数人是会让这些灵感、念头、声音闭嘴的。如果你跟家人说你脑袋里有人跟你说话，那你离精神病就不远了。所以修行的第三步，见山还是山。开悟的人要学会混迹于人群中。为什么通灵很多是家族形式的？因为他们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吃药，或用电把脑前叶烧掉。无意识又是什么呢？这个无可不是没有，而是不可见的，犹如暗能量、暗物质一般。潜意识是幕后跟你沟通时的意识流，而无意识是沉入意识底层的海沙。你已经遗忘了的记忆，你本次尚未经历的所谓未来，都是无意识。好比你童年家乡的村庄，你早已忘记，可当你再次踏足时，他们又伴随着当年的嬉笑回到你面前。你一路走着，看着那些陌生而熟悉的物件和景色，好像30年时光在这里没有变更过分毫，无意识变成了意识。而你当下大都市的喧嚣、工作的压力，从你的意识中沉下，变成了无意识。静有时决定你的心境，心境有时决定你的境。总结：意识，心里自发升起的思想；心智，心里当下觉知、承受、处理、预判问题的能力；潜意识，在后台协助角色我通过人生蓝图引导我们的那个心声；无意识，被放置下不被当下此刻注意到的内在信息。10:32休息，震后我都想不起来上次休息时我说了什么，引发赛斯对有关灵媒之类的事大发雷霆。我们认为这至少是话里有话，顺便一提。现在我说，我想知道赛斯是否真的想让我们发表这些资料，因为这也可能被他认为是在利用他。真说，他绝对不认为他是这个意思。他在10:40继续传述。在1964年，真和罗才刚起步，是一对好奇宝宝。他们之前已经失败了 N 多版，这次是最贴近于有可能成功的传递赛斯资料的一版。传递高维信息需要大量的能量和稳定的状态，但真和罗自己因为好奇去玩通灵，接触中间层的低端灵体，这导致两种问题：赛斯节省下来的生命能被浪费了，同时他俩的知见被混淆了。本来很好的一锅高汤，由顶级大厨亲手烹调，佐料的次序与计量，火候的大小与时机，都是一门艺术。现在倒好，厨房里的人甚至跑堂都能往里倒调料，来回用火。
你要是大厨，不生气才怪呢。之前赛斯很委婉地说过几次，两人听不懂话里有话。赛斯跟女孩子似的，我没生气，我真没生气，你去玩就好了，不用管我。我曾说过，头脑是伪装的心智，事实也是如此。它是外科医生或多或少可以观察到的部分，也是对伪装模式有反应的部分，也是可以探索和篡改的部分。不过这样确实很危险。伪装模式当然也属于内在世界，因为伪装模式本身就是由宇宙有生命力之物通过精神酵素形成的。精神酵素在你们的层面会发生化学反应，当然这个反应会是一种扭曲，也就是说任何伪装模式注定会是一种扭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生命力强行转化为某种特定形式的扭曲。我知道很多人不玩电子游戏，尤其是竞技类的电子游戏，但我实在想不出更适合的例子。在当代的电子游戏中，你很难判断出与你一起组队参与游戏的与和你形成对抗的是人工智能虚拟出来的角色还是其他真实玩家。我们这个时代真实的社交已经很少了，青少年们在网络游戏中形成社交，感受团队互动与团队对抗中的乐趣。但是一盘游戏一般需要十个人参与，游戏厂商怕无法凑够这十个人，因而影响展开游戏的等待时间，就设立了 AI 队友与竞争方。有的时候你进入游戏，十个玩家九个是 AI， 而你浑然不知。再进一步，一盘游戏时长是10分钟到20分钟，有的玩家会中途掉线，会有急事必须离开一会儿，那么 AI 会在几秒后主动接管这个角色，顺畅地继续后续的动作。为了不让玩家在游戏里感到孤单， AI 会和玩家主动聊天，安排战术，配合行动。语音模式多达上百种，包括各国的语言。它不但能听懂玩家的意思，还会搜索数据库中之前玩家们对话时类似的语境，套用成为对答的话题。20分钟的游戏里，玩家完全无法感知自己的队友与竞争对手都是 AI 模拟出来的，甚至有些时候是10个 AI 在相互游戏，因为玩家暂时离开了。介绍完这些背景，我们回到主题，看看这段话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头脑是伪装的心智，这里的头脑可不是玩家的脑袋，而是 AI 背后的人工智能程序。它是外科医生或多或少可以观察到的部分，就是我们载具体内被内置的那个所谓的大脑，也是对伪装模式有反应的部分。伪装模式就是游戏内的场景画面、布局和规则， AI 对此是有知觉和反应的，是可以探索和篡改的部分，不过这样确实很危险。AI 控制下的角色们有可以与场景互动和修改场景内场景，针对其他角色做出行为的能力，这些能力可以真实地作用在场景与角色间，这确实很危险，因为有失控的可能性存在。伪装模式当然也属于内在世界，因为伪装模式本身就是由宇宙有生命力之物通过精神酵素形成的，精神酵素在你们的层面会发生化学反应。电子游戏或那里的这些 AI 角色以及这些角色使用的载具和所面对的环境都是后台程序生成的，不属于前台这个伪装模式。整个伪装模式都是依赖后台供电的，不管是后台停止充电或后台塑形程序紊乱，都会直接导致前台伪装模式显化崩溃。你手机荧幕或电脑荧幕亦或 VR 眼镜中看到的一切都是内在程序代码，被转化成电磁脉冲频率，再转化成显像微粒频率波传递出来的。经过2次转化，3种频率形态发生了微妙的电磁表现形式的转变，这就是精神酵素的作用。阳光转化成叶绿素可以存住的化学能，化学能被运输到植物内部转化为生命力，
生命力提供树木增加与维持自身显象状态的能量。当然，这个反应会是一种扭曲，也就是说，任何伪装模式注定会是一种扭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生命力强行转化为某种特定形式的扭曲。之前说过，仅就地球这一个游戏项目来说，就同时展开着数以千万计的平行服务器，每一个内有一整套看似完整的地球体系，每一个地球都有着不同的主体设置、时代背景、文明类型、亚人种造型、文化理念、文明进度。这些不同的扭曲造型适合不同玩家的兴趣爱好，满足与激发不同的好奇心。这些伪装出来的世界注定都是与现实相扭曲的。在维持着种种扭曲时，能量一旦进入不同的层面，就会被那个层面的规则之力、天道扭曲成与那个位面相匹配的形象。就好像我们看到的外星人或他们的飞碟，在进入我们的位面后，他们要呈现出我们认知中可以理解的形态。虽然他们始终都不是那一形态，他们的飞船也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就好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外星人都说着流利的英语，有着类人的造型，这就是扭曲的力量。至于发表这份资料，我不反对，我给了你们，也正在给你们这些资料，不是只为了让你们自己得到启发。因为它的来源，你们可能会被称为疯子，但我想你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精神酵素其实是内在世界的属性，代表着生命力转为伪装资料的转换，再由外在感官来解释。在我继续之前，你对这个资料有什么疑问吗？没有。作为旧时代的诵殡者，新时代的吹哨人，我们的话语很多时候被认为是狼来了的痴语梦呓。如果你在社会上说自己是研究哲学的呢，大家会很敬重你。一个文化人，但没有卵用，没有门路，也没有资金，更没有发财的信息。如果你说你是搞玄学的、修灵的，大家会很同情你。又疯了一个，可怜的孩子，一点不务实，有着功夫去擦皮鞋、卖茶鸡蛋都比这个强。要是你小有收获了，渴望让自己关爱的家人、父母、爱人、孩子也看到或听闻你所知所见，那你就离保外就医不远了。原来我见过一个家长，他非常厌恶现在的手机游戏，他觉得是游戏害了自己的孩子，不好好的背四书五经，成为一个和他一样的本分人。于是他每天晚上固定的用孩子的游戏账号登录游戏，和游戏里的其他玩家说游戏的危害。20分钟的游戏，他不停的刷屏，说着他的道理，直到深夜1点多才肯下线。后来被家属送来就医，因为他已经如此坚持2年了，天天如此。他和我说，他觉得这是他的使命，地狱不空，他誓不罢手，他要挽救那些沉迷的孩子们。夜里1点了，这些孩子还在玩游戏不睡觉，第二天哪里有精神上课，一辈子就毁了。他爱这些孩子，他的奉献很辛苦，但值得，他会坚持下去的。没办法，我在第二次门诊的时候请来了电子工程师，把后台程序显化出来给他看。他看不懂程序代码，工程师想了想，改了几行代码，然后游戏里的其他角色都停止了活动，原地在跳舞。我们告诉那个妈妈，每天你进入游戏，苦口婆心在夜里1点钟劝离的那些孩子们，都是陪你玩的 AINPC。你不进入，他们就是虚无。你的介入激发了他们出来，陪你走完这20分钟的流程。对于他们来说，一场场的重复什么都不是。也没有时间的概念，你眼前的一切都是因为你自己的一念无明而起。你不进入游戏，地狱里就了无一人。他哭得很伤心，笑得很疯狂，一边哭一边笑，真的疯了。他2年每天不睡觉，拯救的都是 AINPC， 他们那么真实，都在跑动，都在打斗，相互间有说有笑，还会回应。假的，都是假的，
他感觉自己就是个白痴，一个被新时代远远摔在队列后边的白痴。